太阳从神秘东方渐渐地升起，其光线有微妙意志能力，智慧像那宝藏三十六计，从东方直到西方去。你我的关系也在有一种建立，其力量也是无人可提比，信心像那磐石永久坚定，现在直到永远。别小看我三十六计，是一点一滴累积，哪怕你太闪耀的我却要把你落地，请看我那三十六计是东方智慧话语，哪怕众人来阻挡，我要把世界转运。今天大家聚在这里，应该都是怀着同样的目的吧？当然是啦，我们要成功吞并天下第一拉面店嘛。对呀，这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你们放心，这次的拉面挑战是由本集团的手号子拉面师傅隆重介绍。各位，这次代表我方的拉面师傅大有来头，他就是荣获全球诺贝尔大奖，创下健力士最大碗拉面，以及让厌食症病人起死回生吃下100碗拉面的，他就是关碧书师傅。嗨，各位，真不好意思，久等啦！啊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哎呦，表表哥，我们这次全靠你了，你可要争气哦！哦，是表表妹呀，放心吧，表表妹，没问题的。这次的拉面挑战，你一定要赢！天下第一面，我是势在必得的！哦吼！对呀。我们已经把它想用来做面的羊脂垄断了，再说它现在伤了一只手，可能连面都拉不成了。啊哈哈哈哈，真是天助我也，接下来就看你的喽。哇呀呀呀呀哇呀呀呀，各位放心，以我的拉面功夫，再加上我这颗百年难见千年难求的千年深海奇棒，别说那信中的受了伤，就算没受伤，他也一样赢不了我。你们两个怎么不笑？是是，罗总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在哪里呀、啊？哎呀，小羊啊，小羊，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？羊，大侠，三更半夜的，你究竟在干什么呀？没事的话就回房睡觉吧。你在这里走来走去，小羊也不会立刻出现的。我的羊啊，我要怎样才可以找到你啊？大侠，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，别太担心了好不好？可是
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小羊乖，让我来帮你剪羊毛。大侠，快住手啊！它是虎妹，不是什么披着虎皮的羊。放手吧，大侠！放手！哎呀！啊！这只羊怎么会咬人呢？好疼啊！昨晚给爸爸吵死了，害我整晚都睡不好。喂，小春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喂，有没有搞错？竟然在，哼！喂，小春，醒醒啊！飞针打来了！不好，不好，主公快逃！小龙，终于醒了，站着都可以睡，太离谱了吧！本君是昨晚给钟老爹吵得一夜难眠呢。爸爸这个样子肯定会在拉面比赛上输掉的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帮他。啊，小春，你不是会预言吗？快点预言看看怎么样才可以帮爸爸。本君是没有精神预言呢，好困呢。你想让爸爸在拉面比赛中输掉吗？那拉面店就要被关掉了啦。不不不，当然想办法让钟老爹获胜。待我看一看，我关天遁地左右摆，我摆摆身子蹦下下，我左搓搓右搓搓，我前后左右上上下下，哎哈。金色梅花，当中究竟有什么含义呢？哎呀，你快点想想啊，你不是说自己是什么大军师吗？你别急，让我慢慢参透参透。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想到了吗？不对呀。哎呦，到底是怎么样了？急死人啦！这预言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哎，孙志啊孙志，亏你还是号令百万大军的军师。拉面挑战的日子迫在眉睫，这该怎么办啊？我要帮爸爸找羊。这孩子连做梦都想着帮爸爸找羊。傻孩子，怎么和鸟说句话来了？官家的院子里有很多羊，不可能，你不要骗我了。什么？其中一头还有金色羊毛和梅花蹄。你骗三岁小孩子。金毛梅蹄羊。之前的预言。这谢了。难道这孩子能和动物沟通？真是匪夷所思。小龙，小龙，快醒醒啊！哎呦，好痛啊！小春，你干嘛把我吵醒？哎，
啊，快试试看，何必胡说话。你有病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和壁虎沟通？总之你就试试看嘛，最多下次棒球比赛我陪你练习到底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壁虎啊壁虎，听到我说话吗？如果听到，你就告诉我上次不见的棒球套在哪里。哎，好白痴哦。哼，都说了我根本就不可能和动物沟通，小春你耍我啊。难道对了，一定是要在他梦游的时候。我才不要跟你胡闹，好困呢。日夜星辰落眼前，看着我，望着我，我不睡你睡。好，现在小龙，你问问这只壁虎，你的棒球套在哪里。哦，在柜子上面。好，这孩子真能和动物沟通。小龙快醒来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你梦游的时候和壁虎沟通了。嗯，据说你的棒球套就在柜子上面。哦，啊，怎么可能，太神奇了。原来小龙你天生一柄，在梦游时能和动物沟通。这我真的能和动物沟通。嘿，哇，我钟小龙竟然可以和动物说话，真是太炫了。这次钟老爹有救了，官家院子里的羊就哦，钟家买不到羊，现在一定急死了。好期待拉面比赛的来临呢。这群羊一定要好好看牢，免得白费了我们一番心机。好美女儿啊，你让小爸去看守羊群吧。哎，丑八怪，听到了吧？还不快点滚出去看羊。什么？要我帮你们看羊？简直是在侮辱我嘛。你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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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丑八怪在为什么？可恶的肥婆啊啊，痛啊。你竟敢抓伤我这张迷死万千少男的脸。你不要命吧。你给我好好的守着羊群，少了一只我唯一失望。听到了没有？好像没见过耶。这些羊真是吵死人了，看什么看，你们这群笨羊，没见过长这么帅的人吗？真是的。哇哇哇哇哇哇，喂喂，你们干嘛？走走开了。你们给我滚开。
快点呐、哇，脏死了，救命啊，哇呀呀。我刚才用望远镜侦查过了，他们正看电视机看得起兴，现在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院子里有很多羊哦，这次一定要成功把羊牵回家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快回家去吧。哎呀呀，好了小龙，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就把它带上。真是的。走，我们进去吧，待会儿可要见机行事了，一定要找到预言中那只金毛媒体羊。牵羊计划开始哦，哟，冲天桥 go go go。这些羊怎么都那么脏，哪有什么金毛的羊啊？小龙，这要靠你了。孙志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糟糕，他醒了，小龙快点。好吧。日夜星辰落眼前，看着我，望着我，我不睡你睡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该死的绳子，哎呀，羊儿们呢？他怎么会讲我们的话？你别这么大声啊！你所说的那只羊，正是我们的大王啊！他。真是太过分了。哦，原来他是个暴君啊。看来我们这次可是顺道做了件好事。小龙，问他大王在哪里，我们要把他带走。就是他。小龙，你快跟他说，我们是来救他的。我们听闻尊贵的蒙古羊都被人困在这里了，所以是特地来救你们出去的。没问题，我们会准备新鲜上等的牧草给您的。尊贵的大王啊，请您现在就跟我们一块儿走吧。小龙，快举着栏杆好逃出去。时间不多，这样耗下去可不是办法。
怎么办？干得好，狐妹！大王终于走了。这秦阳真是太恐怖了。孙志他们走了。如果我恢复了武功，一定要把你们都制成羊排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救命啊！